哇，前面有三张椅子，正烫的，屋顶本来那个琉璃瓦金黄色，那久了以后会裂开哦，然后会漏雨，说会漏雨，有危险。我家掉了怕掉了危险，然后用那个是换了铜瓦的，白河观瓷的，白河大仙寺也是有铜瓦的屋顶，屋顶也是用铜瓦的，白河大仙寺王入说是。 哦，所以这个铜瓦的屋顶很有价值。那东边那个慈心亭弥勒园，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左边原来有80年代建的临时佛堂，现在有临时佛堂，然后建这一栋大佛堂。现在112年1月22号，农历大年初一，新春团拜64世代祖师像群。 70尊揭开揭佛仪式啊，日子啊，到大楼的东边那边本来有临时佛堂，去年111年下半年整理掉，那边那个庭园啊，有种韩国草，还有龙柏的，本来有桃花心木很高嘛，挖掉，哇，比较清爽，你看看。 光线又很亮了哈，神元山庄义和圣堂东边有台南艺术大学，更远方有湖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。